妈妈手牵手，还十指紧扣，母子两人更在巴黎铁塔下合照。郭董陪妈妈出游，实在好孝顺。能够91岁啊，我这个我没想到导游就把他送扑上网了啊。但是我母亲很高兴，我去了2个礼拜，去了几个国家。他过去在几年前是这个，他有点那个啊，反正就是手一直会震抖。才刚结束孝亲之旅，就马不停蹄上钩。郭董也跟东森财经独家透露，父亲节忙到没时间过。爸爸父亲节不在家里，昨天晚上呢，我的女儿从美国赶回来，我的儿子，啊，我们家里10个，我的孙子加我的儿女在一起，这10个小孩子，我觉得让我年轻化。难得在镜头上大谈家人，郭董好心情藏不住。红纱恋成功完婚后，郭董准备跨出下一步。戴副总裁接了日本下部社长，又可以把这块工作呢接过去，那我呢可以专心做新的事业。Robert Spectrum 啊，昨天大家没有错，林百里讲的，没有 AI， 没有人工智慧，没有云端的基建，只是个 toy。我完全同意，我们在机械里面的领域是一个啊。不是很成熟，我也觉得同意。郭台铭还引用广达董事长林百里的机器人说法，宣示冲刺物联网的决心。我们讲的云端、云移物啊、云端啊、移动、物联网啊、大数据啊，我们最近也有一些很惊人的在大数据的表现。硬体的制造变成软体的开发，那软硬的整合。他全部都数据上云端。要拼新创，郭董除了把队服穿上身，更把新创团队直接带在身边。10年来，我失去了我一些我挚爱的亲人。科技可以延长人类的生命，也科技可以呢，来让我们的生产更有效率。扩展事业版图，不忘给年轻人机会，也让人见识到台湾成吉思汗郭台铭的行动力。东森财经新闻，张嘉轩、陈和平、吴佑树、余嘉豪，台北报道。